好，那王崇礼老师嘛是乌加那的导游啦。没有没有。哎呀，你会打爵士鼓啊？对，我打爵士鼓，我还蛮喜欢打鼓的。哎哎哎，打鼓的那这个心情是什么？打鼓就是这种放松，那种宣泄那个压力。嗯，对。喊某那是无爽的时阵、那个不一样。那部分什么东西要让你放松、宣泄心情？我觉得打鼓，还有我，因为我会这个打鼓，还有吹那个管那个萨克斯风。萨克斯风，对，我以前常跑，还没有在教书之前，我常跑那个婚宴。哦，真的假的？我在演奏婚宴的。哎呦呦呦呦呦！哇，你也是职人哎哈！我还蛮喜欢音乐的。啊，很好。对对对。那你是啊？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学？为什么这个兴趣？我启蒙的时候是幼稚园。嗯，对，那个时候我是念那个天主教的幼稚园，叫善导。嗯嗯，对，那个时候我上大班啊，大班的时候那个我们学校要举办一个那个圣诞节的一个活动，哎，所以老师就去挑，要挑到我，哎，挑到我呢，我就练习打。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练用这个姿势的，不是这种姿势的，是这种姿势的，对。啊，打着练大练个大概练个两个礼拜，忽然说被淘汰。被淘汰，我就心情很不足了。回去好像我妈妈就觉得说，这个人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上课回来闷不乐，像是、uh-huh. 是不是被老师打还是怎么样？啊，后来我也没有讲，我一直问我妈，我妈不讲。啊，不知道，你看我小时候就这种观念，我就隔天我受不了，两个礼拜，我想想我要去跟老师讲。嗯，我说老师，那个哈、工人放弃的石头哈，上帝都捡去用。那个修女好像有点。罪恶感，那好了，你再来，那你再打鼓好了，对、再把我叫进来那个打爵士鼓，那后来我就一直打到那个上那个练高中的时候、哦，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第一次接触是在小时候幼稚园时候，那个就是被拆神经啊，被什么？拆神经就是打鼓一个专有名词，拆神经，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要同手同脚的时候，你却不可以同手同脚。打鼓就是难在第一个你的节奏要稳，拍子要稳。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肢体协调性。比如说你那个我这个概念就是等于我们在走路吧。永远不可能同手同脚。可是你要打鼓，你就必须要把它练成同手同脚。哦，是哦，这很难哦，太难，有点难。他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左手要画圆，然后右手要方那个正方形是一样的。对，鼓手就是四肢有不同节奏，所以说打起来会蛮难，难就难在你的肢体协调性，所以要拆神经，你手跟脚神经把它拆开啊。所以我就是在那个幼稚园时候就被拆过神经，所以后来要学的拆神经哦。对哦，来来来，这个是。王老师啊，你是受邀去演奏是不是？没有，是跟我的老师去。那个是我的，就讲到我的老师，就是因为以前哈，我就是会打，然后在工学社，以前那时候在念工学社，工雅马哈，那个在和和，然后雅马哈那边，我高中的时候那边打，打，后来就有一个人，那边说这个小孩子为什么打得不错哈，就像跟小队关系，要不然来组团，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跟他们组团。组团就自己以为很厉害，就后来就认识我的老师小 A 人，他是一个当今我们那个国内的一个顶尖的乐手，小 A 人就是这一位，就是这一位，这一位，哎，就是这一位，对对。那后来他遇到我，我说遇到认识他，认识他我就说，老师你觉得我那个打怎么样？他说你这个不行，我说我都靠科研的功能可以去耶，就我刚刚可以用，你讲鼓手有两种，一个是会打，一个是要专业，对不对？你自己在那边一直打得很嗨，他是打演唱会的那个鼓手，他说你有看过在演唱会打现场，有人在后边在那比个有诶无诶，你是卡音咪？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他对他说你自己花招百出，花招百出。你说一个人打现场的或打演唱会的那个主角是歌手，不是你。你鼓手只是一个演唱会的一个部分，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你做多了哈，会反而会影响别人。真的。对，所以后来我才有感觉到，原来是鼓手有分会打跟专业。那你现在是会打还是专业？我觉得。离专业还有大概一点点的啊 ，Kiki， 对，这个是什么场合啊？那个也是潘，那个是有一次是潘越云的那个排练的，然后是这个是在好像内湖的一个
练团黄，假设是他，我参加他们黄，所以你是跟潘越云合作了？没有没有，是我老师带我去参加的。对对，我还没有那个资格哈，就独自去人家找我，我还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实力的。坦白讲，因为我们当今国内乐手鼓手很多啊，很厉害，像我的老师小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叫李国华老师，国华老师就是在高雄那个蓝色狂想的首席鼓手啊，就是这两位老师在帮我调我的技术了。嗯嗯，啊，以前就自己以为很厉害啊，其实。在他们眼中是不行的哦。对，那刚刚那个是这个是那个黄，好像是黄连玉的哈，新宝岛的。嗯，对，那他们在排练，因为他们要去新加坡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去排练，然后我就跟他们彩排啊。对，所以说我们都要，我是主要是副鼓，主鼓是我的老师。所以你也跟他们出国表演？我没有去，我要上课，我没有去。哦，对对对对，啊，这个应该是，哎，这些都是。哦，好，对，呀，哎呦，我跟我的老师，哎呦。哇，11月5号下午3:30到4:30，爵士鼓王叫不没有鼓王，那个是我的姓的，那是我的姓的，爵士鼓王崇礼啊，鼓王崇礼。与您相约啊！这是我们学校一个咖啡厅啊，我在那边，他们邀请我去驻点那个演奏，现场演奏，现场点歌，我就打。哦，现场点歌呢？对啊，我熟的我可以打啊，你不熟的我就听一次哦，我大概可以打80%啊，对，没有办法100%跟原曲一样，可是打大概80%一样。哦，所以这个也要苦练，要苦练，一定要苦练。我当时大概一天大概要练八个小时。一天要练八小时，八个小时。哎呦，以前这样子练，哎、啊，练在公那个在音乐教室里面，因为你传统鼓不可能摆家里，那太吵了。嗯，对，所以家里面我只能摆这个练的，这个是我以前自己在练的，这是橡胶垫。嗯，橡胶垫，这是就等于这是这个离算电子鼓的一种，不，这个没有插电的哦，这个是橡胶垫，但当像我们塑胶的，对哦，塑胶你打在这上面，没出来，没出来，嘿，哒哒哒哒，这个是在练习你的打点，哦，对，因为你打传统鼓那种声音要对。声音不对的话，那很难听。所以说，专业的鼓手就是声音要对、啊、而且我被我两位老师选，都选在我的大鼓。为什么？因为大鼓，他说我大鼓弹得好听，你这又讲话不客气，你这比赛。所以每次跟我老师请教完之后，我自信心都会荡然无存。小黑人啊，对，小黑荡然无存。因为他说什么呢？他现场要收音，一定要那种咚。懂你的平均要踩得很平均，你不可以第一声懂，第二声懂，人家现场收就很难收啊，你这样别，你还是没准备好，你不要上去打，你上去打你会被记住，真的哦，哎，记住的话，你可能就下一场就没有你的份。哎，你拿你功力就叫中天宫给处理起来，所以每次我要问他说，清明给处理起来，所以我每次要问他说，哎，我最近你看，我觉得我有没有进步一点？大家回答之前，我跟他讲句话，你就功还可以去哦，功还可以去咧，清明也继续哦。你有看不掉吗？yeah, 哇，这个是词曲许常德演唱，许志豪、冰冻满暖、中天宫团队。对，这是阿德老师是帮我们写的首歌啊，邀请许志豪啊，我是进录音室去录这个鼓的。对对啊，我老师也带我去打过很多，像比如说动力火车啦，像这个蔡依林他们，对我都参与过。啊，这个是。这个其实这个歌是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庙的庙歌比较不跟一般宗教味道，不是流行歌啦，哦，不是宗，哦，没有宗教味道的歌，但因为我不想要这样子，就是太阳就是好像是在让人家指引一个光明的方向，对啊，稻穗就是人家谦卑嘛，你都要把那个稻穗越满，你抽那个越低啊。阿德老师哎，意气相挺，也一口气就答应帮我们写这首歌，然后也邀请徐志豪，就是那个红人榜的主持人嘛，对，好。这个是也是许志豪，对对不对？是你打鼓的，对我录鼓的，我是进录音室录的，对啊，录音室录我又是不同层次的，录音室录鼓的鼓手，你一定要很专业，因为那个声音很清楚，你一点点的问题都被听得很清楚，对啊，这个两个版本是跟我们志工团唱，这首歌就是。一部分是那个许志豪先生唱的，啊，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志工来唱这首歌。这个是录音鼓，录音室在录太阳，对，录音室录太阳，因为这个鼓要收音收得很好，所以说我们调音调得很久，对，啊，那有一张就是这一张，要来，
打到一半哦，许常德，许常德，阿德老师说你这样子，你这一段哦没有情绪，太平静了，所以我就从边鼓开始打，对，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写歌的人写歌的那个老师哈，他一定有要求这段歌他的轮廓经典在哪里，对，所以这又是一个专业鼓手要去呈现他的，那这个王崇礼老师啊，今天呢为我们特别准备了现场的演奏啊，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